你那怎么喷雨衣上来的呢？对啊，我怕等一下下雨到了雨季了吗？那才怕，就那喷的一身口水。哎，就两个五个字儿，是字就一个味儿。那是这个当年考电影学院的时候还记着吗？当然，还记得。记得在目。都考什么了？基本上有四个四项。嗯，声台形表。哦，对。那进行几轮考试呢？一试二试三试，一共三试。来，给我们讲一讲呗。一试考的什么？一试一般就是像海选一样的，然后就很多人，当然一试的时候门槛不是很高，你只要是来报名参加就有考试的资格。对，基本上做一些集体的练习呀、模仿啦，即兴小品什么的。对，那么我们第一轮的一般都是一个群体的，应该是一个群体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那接下来咱们也来一个群体的好不好？可以，好不好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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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同志们 ，come on come on come on， 上，同志们上，放龙币，放龙币，同志们，同志们上，二十八号，我们灭，还有我们灭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想，也是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准备考艺校的同学们，一定要解放你的天性，不要太在意自己的形象。谢谢你们给我们的教导啊。